多人推荐的这家的牛肉酱拌饭。蒜香味浓郁，就是有点咸，要多拌点白米饭吃。开始烤肉吃了，放点小菜一起包着吃。来烤肉。包米饭也不错哈。爆牛舌，解开看一下，是烤熟的吗？爆牛舌可的。我的牛舌有点干，后来吃下去有点腻。这个牛肠不推荐点，很难烤还不怎么好吃。给墨鱼片抹点油，这个程度刚刚好，嘿嘿。哎呦，金黄金黄，赞了。就是要五花肉金黄金黄的，墨鱼，墨鱼片很新鲜，有嚼劲的。五花肉要配生菜，雪绵密，脆爽。为什么我觉得你会放点醋啊？加点盐。没加哈。烤完以后不剩什么。有一点点发苦，而且确实嚼不动。牛舌确实第二块就觉得腻，来点柠檬汁中和下。我好，到边不要吃哦。对的，嗯，对。炸鸡味道是好的，但因为我们是39的话，一百去，性价比在线，原价，这样啊。哦，你这。